你觉得蟑螂有什么样的魅力或优点吗？日本有一位男子超怕蟑螂，小时候甚至怕到把图鉴里面讲解蟑螂的那一页用胶带封起来。而长大之后，他虽然到了昆虫馆工作，但还是一样很怕小强。直到有一次到外岛进行研究，遇到了一种鸡丸蟑螂，它可以缩成像一颗小球，可能蛮萌的。总之，跟他原本对于蟑螂印象完全不同，开启了想要好好研究蟑螂的热情和欲望。后来他发现其实这世界上面呢也有亮晶晶的美丽蟑螂，和闻起来像干香菇的香香蟑螂，甚至更出了一本书，想要跟大家分享，蟑螂不只是邪恶生物，而是有值得认识的魅力跟重要性。这确定真的不是反串吗？底下欢迎大家一人分享一个蟑螂的优点，并没有。